确实是在你后边呢，赵刚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刚才说那个第一名、第二名都是黄小黄，我这回要不出来，一会儿有可能第三名犯规的还是他，是不是？我就永远是第四。赵刚子，你觉得这样很有趣吗？不是趣味运动会吗？我就想强调一下趣味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个奖品到底是谁的？小黄呢？你们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我金大美至于那么小心眼，至于那么没有境界吗？比赛我那么在乎名次吗？比赛主要比的是友谊，对不对？比的是和谐，是不是？不过赵刚，通过这次事，我又看清了你一点，你心里是真有我呀！啊，和广大业主，那个大美，这奖品你就说吧。到底是谁的？要是他的，就该给谁给谁。花，给你。从头到尾我说要了吗？啊？这是我的东西，我要送给大美姐，还用你吗？那是，全小区谁不知道我跟大美姐关系那是最好的？用你在这满楼道飞呀？不是，他就是挺有意思，有时候你知道，本来很平静的湖面，他没事往里扔个石头子儿，你是人打水漂呢？大美姐。就他啊！今天运动会我看了，对，气坏我了。哎呀，要不是他拖地，哎，就你这大长腿，给谁绑一块儿，谁不拿第一呀、啊？明天跟我绑一块儿，我俩拿第一去。黄儿，我不分左。妈呀，太好了，我不分右。你不分右啊？那绝配呀、啊！那咱俩现在就练练。那练练练练，让他看看。行，你听我口令哈。嗯预备，左，哎，左，哎，左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别往邻居们看见了吧？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画面呢！其实两个女孩非常的可爱。大米啊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回家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给你带礼品了，护肤的，特别好，强力祛斑。我没说你脸上有斑，就他那个美白，我没说你黑，他不祛斑，也不黑，我是说你不是一般的黑，不是大米啊，我是说你不是一般的女人。哎呀，大米，你咋急眼了？人的专业职称叫手机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控控你的血压吧啊。这么大岁数不能老在这坐着，快起来活动活动，快赶紧起来活动活动活动啊。活动。哎，我说你搁那干啥呢？又扔腿又晃胯的。你不让我活动活动吗？我是让你上外边活动活动。哎，对了，正好咱家没鸡蛋了，顺便买点鸡蛋去。你等，我把这个到心灵鸡汤看完我就。哎呦我，这没有鸡蛋哪来的鸡汤？哎呀，鸡蛋马上就进来了。啊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不出去买，他自个儿就进来了。谁呀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范呐，鸡蛋真自个儿进来了，后边还有人呢，还有人呢，挺有效率啊！你看我这网上订鸡蛋，这个订单还没发出，你就给送来了。你看看，啥呀，大爷？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。啊，感谢啊？你感谢他啥呀？感谢他帮我找到我儿子，啊！你这个什么？你认错人了吧？还去找你儿子？我自己生还生不出来呢，我还找，找着了还能？大爷，一看你这好事做的太多了，都不当回事了。你好好想想，三天前在路边你捡到我儿子的。三天前，嗯，在路边有这事吗？我捡的是条狗啊。那就是我儿子。你是狗他爸呀？确切地说，我是狗的 daddy。 确切地说，我是栓柱的 daddy。 更确切地说，我家栓柱也就是狗狗。叫栓柱你倒把他栓住了呀，你也没栓住，我就在马路旁边那么跑，只因为我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他就从未忘记我的容颜，无论我在马路上如何兜圈，他就一直在我身边，从未走远。哎呀妈呀，
天天跟你住一块能没狗味吗？那我是狗啊。不是你这不你的非得要睡觉老铺那狗皮褥子吗？跟我那狗皮褥子有啥关系啊？你瞅瞅你长得跟个肉包子似的，那狗又不跟你成棍。是那条狗跟我30多年了，光姑娘就给我生仨了。我小伙子，你那狗挺漂亮啊，是可招人稀罕了。我就跟他吧，我照了张合影，然后我就给发到朋友圈了，然后我把你那狗送到社区去了。是，我就看到朋友圈转发照片，我昨天从社区把狗抱走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大爷，我特意感谢你，给你买点小礼物啥的。你这不都买鸡蛋了吗？瞅瞅，鸡蛋钱还没给你呢，还得扔啥礼物了？不要，不算啥，这是好吃的。哎呀，别，妈呀，咱错了啊。这样，我回去换去啊！哎，用不着，小伙子，你就坐着，到这儿别客气。啥日子？还有人给我爸送礼呢？后来呢？没了。哎呀妈！你整这笑话太冷了，都能滑冰了。这咋的了？哎呀，老妈呀，包子啥时候熟啊？包子熟不了了，都在笼屉里都生气呢。我今天这气氛不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吃伤药了都啊！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我谁也没说。你说谁呢？哎呦，不是这是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咋的？啊？好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都是给我闭嘴啊！白眼狼今天看砖墙上写着二米零的分尸，二岁撞过房门，五马郎其家人也住上，鬼魂那儿真荒唐阴瞒，妻子良心丧，记得今日生大堂这装置压只在了娘的大堂上。七八糟的穿越了，这是啊！带人证，得领啊！不，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！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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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！这干啥呀？这是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一家人？哎呀！哎呦妈呀！你咋来了呢？啊！不是，你这都啥月份了？你还往外跑啊？你这是干啥呀？这没事不？妈妈，你看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来来来，给我开价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，你进来干嘛？哥，我还以为你出啥事了呢。就是出事了，这不正审着呢吗？钱顺风，你这个陈世美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！今儿你要不告诉我这女的是谁，我就告诉你，她是谁？她是谁？她是谁？说，朋友嘛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师傅，哎，他们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啊？嗨，这是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。嗨，我说他们咋误会我了呢？是这么回事儿、哎。你别说了，说啊，说，来来来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就这两天的事儿呢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呀，欠她老公一点钱，她老公呢前段时间就出国到国外办工程去了。他呢就跑我公司来给我要钱来了，我也没钱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钱顺风啊，你不会因为这点钱跑了吧？”我说：“我能跑吗？我拖家带口的啊！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天天到你家报道去。”就这么的，我天天到他家报道，4-5个月了，我这钱呢也没周转过来，他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了。你想，我跟他老公是朋友啊，对吧？我不能不管呢。我就照顾他，就照顾了4-5个月，他就挺感动，就说：“顺风啊，不行，这钱不要了。”那不行，我钱顺风做生意欠钱必须得还。我都说还了，你说你今天你还跑来干啥呀？不是，我好几天没看你人影了，我寻思你别再因为我这点钱再想不开。妈呀，我有啥抢不开的？我欠钱欠多了我呀。所以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呀，钱顺风那钱不要了。看见没有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点事儿。
可以结案了吧？哎呦，孩子们，你们闻着没？我包好了，包好了。陈师傅，你给我过来。哎哎，叔叔，哎，你等会儿啊。来，爸，怎么回事？爸，不，这事儿是这样，他今天事儿让我去他家参加个仪式，我媳妇儿不愿让我去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咱别忘了本。啊，想当年，嗯，咱们住棚户区的时候，你俩出去忙生意，家里那活是不是都是事儿帮我干的？是是是。今天你对人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二米粒儿，好好教育教育你老公，真心的交几个朋友吧，别到老了那天变成个孤家寡人了。不是，寡不寡不的，咱什么时候喝喜酒去？喝什么喜酒？这孩子傻呀！看这孩子们四方的。不是，这孩子确实挺玄乎啊。你们俩就这么交朋友啊？啊，爸，这事儿不怪顺风，你小时候我就这么教育你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爸，你别生他的气，这事儿主要是怨我。最近吧，我工作压力挺大的，就老跑他那儿跟他喝酒去，就他才不让我。钱顺风，哎，我知道你小子有点心眼儿，哎，但是心眼儿别往朋友身上用。这事儿不赖我哥我嫂子，不事儿啊，就怨就怪我了，哥。哎，你说我俩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吧？那还用说吗？后来我俩就一起穿上了裤衩，再后来你穿上了裤子，你看你现在都穿成什么样了，我依然穿的还是这条裤衩。差距太大了，我怕呀，我怕这差距越来越大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，所以我就琢磨着，隔三差五我弄点动静，为的不是别的，哥，我就是想多和你见见面，多和你聊聊天儿。我想让你记着，在你的朋友里边还有一个没有出息没能耐的小四儿啊。兄弟，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那些岁月我们要喊他，我马上就走啊！回来，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，我都不在乎。你看你还，老范，快出来看看谁来了！哎，看看谁来了！哎，你看看谁来了，请开。师弟，真是我师弟啊！师弟，别在这扯。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我，我是我的模仿秀。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。咋的？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？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，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，就跟个植物人一样。我让你失望了，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。师弟，我知道你有病，什么事都不明白，可是我想你，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。发啥微信呢？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，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。哎呦，行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，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。师弟，快请坐。来，你说你哥俩啊，一见面就掐，这到底是为了啥呀？你听他的。老范，咋回事啊？半年前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个病，结果到医院一诊断，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，
大夫告诉我说，你得了这病啊，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。干什么呀，钱顺风？怎么呢？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，你可以不合作，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，知道吗？人家志远很厉害。哎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，还有那些摄像头，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，刚修完，了不起呀！哎呦，爸，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，我跟你说，就那玩意儿，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，一修一个好。你们两口子呀，我跟你志远，哎，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？对，大姐夫跟你合作，有钱，有钱，启动资金，大姐夫给你找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，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，只要他努力了，就没有搞不砸的事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合作那得有钱，钱你大姐夫没钱呐？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？对，拿着，哎，拿着。对吧，哎，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？没事，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，我还给你投进去。那这得投到啥时候？这得这么着吧，不就是钱的事吗？回头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哥，哎，我有个办法啊，咱从那个小事做起，我有几个小发明，咱先投到市场，咱试试水，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？哎，这个好，你这发明厉害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大姐夫他老实，他实在。甭想欺负他，你拿过来。哎，这我的钱，你先放我这儿。谁欺负我？我还就你欺负我。我跟你说，还有发明，你忽悠谁呢？你忽悠谁呢？你不三月，三月开始。谁？三月，三月就三月。你学，三月，嗯，三月初九，什么节？寒食节。寒食，有这个节吗？还真有。就是清明节前几天呀，就不能吃热食了，吃冷食，故而叫寒食节。他太对了，他答对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敬酒三杯啊！哎呀，可喜可贺。行，我来吧。敬酒三杯。哎呀妈！哎呦，好。你真下得去手，你等着。哎呦，爸呀，你这有什么高兴的？这比赛才刚刚开始。哎呀，刚开始。哎，王叔还没说呢。哎，头一个季度我让给你了，对不对？王叔，该我说来了。四月。哎，四月那个节可有的是。对了，四月首先选。哎，他什么节？4月28乱穿纱呀。对。4月28乱穿纱，我问你什么节？是什么节？乱穿节。大伙说这是人话吗？不是。乱穿节他没有吗？什么乱穿？哎呀，酒。好，王叔。你性子太急了，我刚才跟您说是4月28乱穿纱，这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个节。我太早了，你才早了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哎呀，有点上头了。行了，不着急啊。那行了，那五月吧啊，五月了啊，五月，五月初五，什么端午节？端午节有吗？那肯定有啊，吃粽子嘛。去年我们家吃粽子，你差点撑着，你都忘了。又猜对了，又猜对了，还得敬你三杯。那我还得喝呀。哎呀，你这我喝吧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哎呦哎呦，好。哎呦我的妈，彻底上头了我呀！不着急，哎呦我的妈，不着急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，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。对啊，来，对，六月，你等着，王叔六月啊，六月，哎，六月，六月什么节？六月六看古秀。对。对，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姑娘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留留愁。王叔，我让你找节日，我让你唱快板了吧？王叔，这也是个顺口溜，这不是节日。你说你怎么性子这么急？不玩了啊！从开春我喝到上秀，我都晕了我。不玩了，爸，不玩了。爸，你看
你看人家王叔这个人就是心眼好，不是、谁不知道啊？啊，过了六月，双月全是节呀。对呀，这时候人家不玩了。他就是有风格。你看，停，老板，啊，喂。还玩玩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听我的，进来，七月，七月，我就七月初七，什么节？七巧节。错了，哪有这个节呀、啊？没有，有啊，有吗？你看邻居都知道有啊。这什么节呀、啊？七巧节呀、啊！哦，牛郎织女来相会，谈恋爱，我再也过这个节了，我呀。哎呀。那邻居们，王叔是不是又错了？是不是还得罚酒啊？你这没办法。那我自己喝吧，我自己喝。好，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呀、啊！这个雨一会儿哗哗的下，一会儿拉拉的下，一会儿哗哗啦啦的下，现在没了，你真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。小姨子，哎。小姨夫，爷爷，咋了这是？哎呀，我别过，别说了，我说吧，那个是这么回事，小姨夫，这王小倩找了份工作送外卖嘛，结果她用这个车把人小汽车给撞了，人家汽车没事吧？没事，咋都问车呢？没人问我呢？你不在这儿呢吗？不是，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领导要罚他500块钱。小姨夫，爷爷。我浑身上下呀就33块钱，你能借我点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有人借你就不错了。喂，哎，啊，对，刚才电话响了吗？没有吧？我震动。喂，嗯，对对，好。小姨夫，别说话。你妈在家吗？在家。我找她。哎，二姑你别走，二姑你别。哎，小姨夫，别走，小姨夫你别走，小姨夫。我干啥呀？你拉我。那个小姨夫，你赶紧帮我劝劝他，他老追着我屁股后边去管我借钱，老哭唧的。行，我劝劝他，我劝人最厉害了。对对对，一绝。你听，小姨夫劝劝你。小倩啊，啊，没事啊，啊，没事，啊，走吧。完了，哎，完了。好了，没好。那你让我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别过，过去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陪你唠会儿吧。能唠出500块钱的不？一天到晚钱，钱能当饭吃啊？钱是吧？失去了，咱们再挣，对吧？钱不能代表一切吧？嗯，我们老板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。别说你们老板了，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除了钱。还有美好的事吗？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，好不好？我不提了，我就33块钱，不提了。33也别提。啊，不提。说你呀、啊，不行了，我呀得给他放点音乐。咱们呀、啊、一边聊天一边听音乐，好不好？这招好。啥33块？33块有啥意思？我的口袋有33块。哎呀你！你不不让提吗？你咋提呢呀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巧合嘛，是吧？巧合。没事，咱们再找一首啊。啊，不许提钱了啊，都不提啊。不提不提，不别有了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。谁的？你的。还提，还提。不听音乐了，行不行？对，不听了。不提了。哎呀，唠点什么呢？哎。他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儿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？找去，对。哎，小倩，听点爱情歌曲，然后你自然而然就能说出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3个字儿：给点钱。又说那话，告诉你别说钱，别说钱的。你烦人，表白，表白，懂不懂？来，好想认识你。从上辈子起，多好啊！上辈子就认识你。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，每天晚上都陪着你。爱你在心里，我从未提起。含蓄。在此刻，
我要告诉你，来了啊，表白了啊。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简单的。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儿吧。